牛，先知要小心啊！这个先知，如果是 romantic 就直接给这个先知了。这先知这么多，会锤他，锤这先知不打他。我靠，毛黄不爱打英雄啊！毛黄如果多看浪漫的录像，他就应该知道，浪漫经常是劣势局，就靠一手锤先知翻盘的。来了一个女巫，人口的话，令的人口还是比比较低的，但是先知五级了，英雄等级，令的英雄等级很高。男巫这边要驱散人族的男巫，锤了一下狼骑，人口兽族虽然说兽族的人口低，但兽族英雄强啊，虽然说人口低，但是英雄强啊，对吧？锤先知，女巫得给个减速 ，MK， 你看这先知一锤他就快死了。早点锤的话真的有机会的啊。现在哎，牛被抽了，牛冲进来踩顶无敌，冲进来踩死一个火枪。先知回来，你还敢回来锤他？哇，这一波被三级狼，这一波被这个三级狼跟这个牛头人干崩了。杀 MK， 但 MK 这位置能买血瓶，还有个大蓝石的，这 MK 这里打得很焦灼，但是战损人族是血亏的，人族是血亏的啊！大瓦是快五了，看一下经济啊，人族还有三千，两边都还剩三千块钱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大法师给 MK 单练，这块 MK 是就靠杀英雄啊！完了，大法师一个人在外面。哦，大法师反应有点慢，毛黄，大法师要死了，很危险。隐身牛又来了，大法师一副要死的样子。MK， 你还敢往前赶？被抬。大法师要死了，锤了一下这个牛，男巫是没有那个的，没有啊，男巫是没有那个，女巫没有隐身的。好了 ，MK 也要死，五级了 MK。哎，这波 MK 好像能跑，给个减速 ，MK 回头望月，火枪突死一个萨满，继续突萨满，哎呦，把萨满全给崩了。再锤一下牛，但是 MK 不敢上的 ，MK 上去要死的。人族这里得复活大法师，你还敢回头？柯大蓝石你在干嘛？锤大技，真的是。人族这波得缩起来了啊！感谢晚风心里吹送的66个小星星，还有龙抬头，谢谢。人族你还想回头打？牛马上六级了，这个牛看着啊、看着你觉得给你机会杀，其实他杀一个兵就六了。无敌躲锤，好漂亮！一个霸血，男巫没有大法师的恢复，男巫已经没什么蓝了，驱了一下这个狼，磕了蓝瓶，再来一脚。这边大法师死了，毛黄居然不缩进去，还敢在野外打，真的是胆子太大了！哇靠，被踩满了！哇靠，兄弟，全死了兵，被牛踩满了。现在锤。进化，再出个霸血死了，出了个霸血，哎，我靠，十连血跑了，这火枪没 A 到，早杀英雄，早点杀先知啊，哎，早点杀先知啊，这，我觉得毛黄真的应该看一下 romantic 的录像啊。这盘是有好几次机会杀先知的啊，他就一直杀兵，杀兵是赢，就是你劣势局想翻盘打兽族，杀兵是基本上赢不了，只能杀英雄。啊，他有好几波能杀先知的，但最后一波他打不了了，最后一波已经大法师死了就彻底输了。
好，令神，不过这盘令神是巨大，在前期巨大优势的情况下，居然差点，居然打得这么焦灼啊！令神得反思一下自己，为什么这盘打成这样呢？这盘我觉得令神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啊，要反思一下自己。我说，最后别逼我要办线下赛，线下赛的话费用会非常的高啊，而且需要专业团队啊，线下赛会比较难办啊，如果要办的话。会比较难啊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老板想办那肯定是好事情啊，希望能办好啊。不知道呢，反正也没有听到具体的消息，我们后面啊后面看看啊看看有什么新消息再说吧。好，如果只是国内的话也会成本其实也不低啊，就成本其实也不低，有一个选手的。有一个那个，就这个线下赛有一个很重要的费用，就是选手的那个食宿、现场工作人员、场馆、转播这些费用都会比较高，如果你仅仅是把选手搞在一起，也不需要转播什么的，那就没事啊，也不需要转播什么的，就把选手弄在一起，就单纯的食宿的话，那会好一点，就不需要转播，也不要现场观众，卖门票啊，那现在魔兽比赛还卖门票呢，想骂呢，别想这事情了。你网吧搞定，那得看什么规模吧，如果说你不想，如果说不需要推流，你就是把选手弄在一起打一下啊，也不需要现场的转播画面什么的，那确实那就会比较省钱，但是这个其实跟线上区别也不大啊。可能更多的是，如果像半夏的话，更多的是一个聚会吧，相当于一个聚会啊。一位玩家的部队。好了，先知。打大法师，毛皇就不用 MK， 毛皇就不用 MK 啊，选手都赞助点，选手这现在要让现在比赛要让选手赞助，选手本来就已经很艰难了，你还要选手赞助，你看现在赞助比赛的都是什么啊，纯粹的选手他根本就出不了钱赞助比赛，你只有选手，你有选手，你既是选手，你又是主播，你才能赞助比赛。你让这些选手赞助比赛，你都为难他，他本来就挣不了钱了，对吧？盘开了。你说彩色老板赞助，我有赞助的，我不是一直在出钱吗？我不是一直在出钱吗？古树杯出了很多钱，兄弟们啊！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我不容易，我还好吧，我毕竟能对吧？我毕竟在抖音直播能卖东西，比大多数选手还是要好啊，还是要好不少的啊！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我也出点钱，所以我也出一些钱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这边大把步兵去顶一下猎头，猎头已经四个了，人这个矿很难开啊。我就说牛肉干说到了，确实好吃啊，感谢杀戮206啊，感谢支持。
这个圈子多亏大家维护，不然倒霉了。是的，也是很多观众都就很就是有大家一直看魔兽的但知识啊，有很多啊，虽然说大多数观众都是普通人啊，但是也有不少观众是出人头地啊，做老板了，对吧？啊，都会啊尽一份力吧。好的，这边这波顶着练可以说练得非常之挫，唯一的好消息是这个先知没血了。先知这里令的先知有点上头啊，到冲进里面去了。TP 猎头别带走，猎头别带走，大法师也很残。说句实话，毛皇这个练级有点手忙脚乱的。马上能招，马上哎，农民别回去了，这猎头没走呢。补刀，我补了一个怪，很关键，大法师到不了三。好了，那这里这边先知贴了药，再买个火魔过来，感觉毛皇这盘基本上没了。买了彩色几百元水果支持情怀，好的，感谢感谢支持啊！买我的水果难道不是因为好吃吗？居然是因为支持情怀，兄弟。毛皇这前期小操作上面，毛皇得多跟 Happy 打一打，好吧？啊，真的，多跟顶尖的选手打啊！前期的每个集火目标，每一个小操作都很重要。毛皇这是毛皇所欠缺的。我也经常 happy 打，还是得打多一点，像打比赛那种啊。多跟令打不行吗？哎，就这么死了，给了。我靠，令神信心回来了，兄弟们啊！令神现在急需一次，别逼我呗，再逼一下啊！急需一次，急需一次，别逼我呗。继续一次，别逼我背啊！为啥要卖水果不卖其他的呢？我也不知道大家都需要什么呀。水果挺好的，大家都需要啊。难不成卖化妆品？化妆品你们也用不上啊。不是，我肯定要卖一个你们，对吧？你们正好要用，你们正好需要这东西啊，这不能说你们不要，为了支持我强行买了你就放在那，那肯定不行啊，对吧？卖酒就算了，我又不喝酒，我也不知道好坏啊。酒这个东西水太深啊，我还是不要啊，还是不要涉足啊。水果坑多必须自己验货啊，是的啊，那水果还行吧，水果我现在卖的还行啊。对吧？起码品质上基本上都是没啥问题的，都大家啊，评价都挺好的。在这个里边看，咋了，令神？令神牛逼啊！令神，火箭哥又来了。对，这个人就铁一点，这个人我。问大家，就另一个 faker 那个人名字的，你在开玩笑吧你？哦，这个乌雷跟 Messi 比，你有点开玩笑你这个。哎呀，结束了呀！我令神直接拿捏，轻松拿捏。第二盘他的细节没做好。哎，令神有没有感觉？令神有没有感觉第一盘没打好？令神。问你，第一盘对，你们感觉没打好？你也是一直在被拆的嘛，咋的？我感觉你后面也没打好呢。后面？对。我感觉后面人都操作好点，他有机会翻盘，他好多次机会能杀先知，他不杀先知就是不锤啊，一直在锤兵，一直在锤狼杰。很好的，很好。搞点鸡爪、鸭翅之类的买，鸡爪有啊，有鸡爪的呀，鸭翅没有啊。
还有两个 BO， 还有两个 BO3 啊，完了之后今天的比赛应该就没了吧，应该没了。打谁的？你他妈 happy 不出钱没问题啊，老兄弟，你这个你不要啊，你别对人家的道德要求啊，对别人的要求这么多啊。他个选手不出钱没问题啊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出不出钱都是个人的伤害。对啊。什么呢？啊，别给他要求这么多，人家那个选手，你让他出钱干嘛呢？人家是一个水手，对啊，他要出钱，然后还要辛辛苦苦打比赛，对啊，人家而且不解说那些，那样说的人，要不要专注一下5000块钱今天晚上，然后水果杯也高一步，这是这样子，你让他出对吧？你那这个选手不出钱真没问题啊，吹他也是吹 happy 的人，也吹他的魔兽实力强。又不是吹他大方，吹他慷慨大方，对吧？没问题的，兄弟啊。就虎这个下次过来直播里说啊，我今天又赚了300块钱，明天又没有会那个打工一起打工的人跟我走。虎这个。应该是做装修的，施工的。感谢灵魂美味送的为你点亮啊！谢谢谢谢感谢。你说粉丝，哎呀，粉丝行为你不要上升，不要上升到选手啊。卡号在干嘛？卡号，卡号不会在打天梯，卡号在打欧皇。我靠，看一下。卡号在打欧皇，兄弟们。卡号的 happy， 哎呦，没有说就不太想看的。我昨天谁来着？托克斯被雷比2-0淘汰了以后，雷比这个兄弟天梯打的不咋地，我这比赛有点厉害啊。我抛的多呀，这盘卡号好像局势还不错呀，这个位这里。别人全没来了，卡号要赢了，感觉。这波拉扯，毁灭吸，秒吸这毁灭 ，DK 再给一发 C，DK 有点顶不住了，又 ，DK 又套返老还童，再吸 ，DK 就顶不住了，保存错了，哦，点的太快了，这边卡号，但是反杀 DK 也死了，哎、真杂技、啊，牛皮呀、啊，那是也太杂技了，牛皮。我操！一进来就看见卡奥什么把 Happy 给干了。凤梨明天最快，明天上啊，最快。您的分身太牛逼，说句话一个一个加满。你是浪漫的分身吧？好，卡奥要来了，兄弟们，看卡奥打 Happy 了。感觉，但是我的直播帮黑老曼德很少吧？你直播间黑了白给的少吗？我直播间，哎，不过最近也比较少了，之前很多啊，最近基本上没什么罗曼蒂克黑了。最近啊，我一旦进浪漫的房间，黑我的人就是一个，不是，那你不一样。如果一个直播间人多，你他什么的人都多，好吧？啊啊，真的。黑子现在黑我的人最多的，你们的房间跟我那个老板的房间，我的房间跟老板你的房间，嗯，安吉的房间肯定没有黑你的凌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凌晨不要这么在意，别的直播间有很多黑我的，我从来不看啊，那黑就黑吧你。我的房间黑我的人肯定多呀，
我说别的房间对吧？不要看啊，不要总看啊，凌晨啊，不要在意啊。说你的房间说，说对你说，对我在意是吧？我说的实话呀，不是在意、哦。我知道啊，我说的是别这么在意啊，凌晨，无所谓的。那别的直播间也很多人黑我的啊。这是不是？那你这个东西你管不过来的啊。彩色天天就感觉是特别大气，然后直播的时候大天梯直接心态爆炸。是吧？你也是一样的。那我输了，说在意。我一般是我输了，我会不爽啊。啊，我没输，我心情好的时间你随便、啊。你看过我比赛输了或者什么的，说我脏话吧？你天天说骂自己。你那每每个人不爽的啊，每个人的不爽的时间不一样啊。像我不爽就是我输了比赛的时间不爽、啊，我输了比赛，然后我看见不爽的弹幕，我就直接拉黑啊。你想一想，我的心态已经算是特别好的。一旦输给了曼，你想一想，对手在追猎，我的房间里爆炸，过来菜鸡什么什么的，黑我的，是吗？你想，对啊，对。但是呢，我就不在意啊。你说，哦，嗯，好吧。UD 只有一个建筑是矿盖子，采完矿会被 defeat 吗？会啊，你采完矿没了，卖了不就 defeat 了吗？ T 老板牛逼，钱都到位了，可以啊！我靠，马上别逼我被总决赛，令人知道吧？咋的？听说十万奖金？嗯，总奖金吗？啊，对，总奖金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啊？啊，线上嘛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应该是线上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线下。那这样还不如那个呀，怎么了？浪漫不是主办方嘛，而且 T 老板那个专注的是浪漫。对啊，浪漫直接登在决赛里，直接在等着你们过来的话，别的人就辛辛苦苦搭浪漫。那有点扯了啊，那有点扯了，兄弟。不过浪漫最近这个位置，怎么说的呢？你这比怎么说啊？没解该的，没解该的。线下嘛？真的吗？咋的？那不知道啊。线下的话啊，哇，线下那就牛逼了呀！到时间看吧，到时间看看怎么公布出来啊！啊，到时间看看他们怎么说啊！线下，那现在韩国人会比较难受啊？为啥？什么？不能多少人来啊？想韩国应该都会来吧？新的人十万奖金就直接花钱来啊，花钱来好。对，输了就直接逛一逛啊，在中国。哦。开盘是吧？好，开盘，卡号打 Hulk 肯定不是卡号的对手啊。我觉得应该是线上，因为线下不划算，真的不划算，没必要。确实不划算，真的没必要啊。可能大家都想看线下，但是线下不划算，真的不划算，没啊。你说韩国来的全部住令神家去，不是不可以，令神家很大啊，应该都住得下吧。现在的话来看比赛，如果现在今年还会有萨德沃的，应该会有萨德沃，你们可以如果想真的想来线下的话，可以来，可以关注一下萨德沃的信息啊。好 ，DH， 最近 DH 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呀。但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图，哎，我还没看那天卡号打 Romantic DH 怎么赢的，我得看，我得学习一下。机票现在机票不贵吧？你韩国飞中国的机票应该也不贵。应该
然是线上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办线上，线上挺好的。来重庆，重庆也是韩国的临时首都。浩克这盘似乎想单矿卡号的小精灵是没有侦查到大法师的位置啊！你们看，绕过来了，绕过来了，绕过来了。签下比赛十万吨，十万搞不定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击毙，十万肯定搞不定的。哦，没有开盘吗？酒店的钱还有那个飞机那些都有，要搞舞台的钱。DH， 哦呦，浩克没封家，加 DH 冲进去烧了。那不过这个 DH 没那么厉害，直接敲中就行了。你看，这个浩克就经验不足了。一级的 DH 进来烧，直接所有的民兵敲中，把他围住，把他锤回去。他是烧不死的，他不敲中，不敲中就要被狂烫啊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浩克炸了，心态稳没了。浩克炸了，浩克炸了。一组的提前被说带走。这里应该是，这里看这个就是他经验不足了啊。哇靠，死了三个农民还得死。就是这种时间连矿都别踩啊，直接敲死他，这样 DH 一个东西都敲不死，一级的 DH 一个东西都敲不死。但是反打，这波反打威力一般，一般一般一般，威力一般。真的吗？打 DH、啊、不对啊，第三波警没起来还是有威力的，要不顺势一本 TR 都这样了。四农没踩钱，浩克没有发现，浩克家还有两个步兵打 DH，浩克这边操作压力很大，分两个步兵，再招一个水人，现在 DH 有点扛不住。哇，现在暗夜好惨！我发现了五农民，补上去了，暗夜很惨。这波虽然说烧了一波农民啊，但是自己家里面压力山大啊。虽然烧很厉害，但是这个，但是井水不够喝呀。对。不过这波浩克其实没处理好的，他搞个步兵去实验室照站一下，不就能杀 AC 了吗？对吧？他还要还是要他要买鞋子跟粉带来，这波过来还是很有实力的，因为暗夜水还不是很够， AC 这一波是主要怼这个 AC 的压力很大，怼 AC。你刚刚这个时候你练完还是不练完？我靠，浩克这么温柔还在练野怪，敏桑还被抢了。兄弟你不杀 AC， 浩克这打蝶去好位，说句实话，浩克这个打的没有压迫力啊，真没压迫力。这一波就不应该管野怪，直接冲着 AC 怼，有鞋这么多步兵，他刚才步兵跟 AC 的数量是一样的，在有血有粉的情况下居然打亏了。谢谢，感谢广州药界科技啊，谢谢。居然打亏了，你敢信？去练宝还被抢了，怪还被那个宝还练怪宝还被抢了。科技比暗夜慢啊，暗夜缓，暗夜已经完全缓过来了，暗夜已经完全缓过来了。人族木头炸，人族农民死多了呀！奥巴血拔，让暗夜舒舒服服的过渡到大法师到三这边过去，要去杀精灵。暗夜精灵现在很多呀，你看现在七个精灵，外面一个八个精灵，八个采木精灵，完全是足够的。先升三本，啊，昨天到了。我昨天打了狼吗？没昨天打狼。前天、啊。这波压力有点大，小精灵死了一个，可能还得死。精灵被堵在里面了。
大法师有 TP， 目前是死了两个，死两个精灵能接受吧？也只死两个是能接受的。哦，有顶盾，这顶盾厉害了。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大法师有鞋，大法师死了，没死，五连血，我靠，五连血。这边福特曼还在摸，还在摸，但是怎么摸到比亚身上去了？摸不到，摸不到。怎么人族没死兵啊？但是暗夜也就算，感觉这波能稍微更赚一点点的啊。这里不能爆精灵，你现在吃了三本爆精灵，等会你还要造 BL 的，感觉这波暗夜能，这波人族能更赚一点的，没打好感觉。他把心没装开，而且人族这边家里面运营也断了，神兵圣殿忘记造了，这 BL 忘记造了，没法师，很尴尬。刚刚没母桶。昨天比赛的视频哪里看啊？我传了视频，昨天比赛的视频我都传上去了。哎，被石头人，啊，可惜。他的石头人先锤了再吃半步，还是练完了再吃？哎，过来了，人族来了，暗夜来了，暗夜来了，能看得见的。TP， 雪崩，火枪卡一下位，那家卡一下位。哎呀，那家如果卡一下位，那火枪有一丢丢的可能性把他那个呢？你要求那么高啊？确实啊。哎，浩克。这边开局浩克其实还行，压到暗夜加的时间其实局势还可以的。哎呦，大法师的药膏被打断了，现在是血法一级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啊，被杀英雄毫无办法，就血法叠血猛奶。哇，这叠血好硬，两个头环，一个敏三，一个指环。暗夜家里在出熊，人族这波血亏。哎，叠血危险，减速了！突然来了一个女巫，还好有单传呀、啊。太肉了，这叠血差点死了。很快呀、啊。是的，如果反应如果慢一秒钟，单传可能就死了。对，反应很快，磨磨唧唧就死了。这盘卡号因为有点缺木头，所以说是单 BL 出熊。人族练完这个点得发车了，这盘暗夜还是有危险的，其实还是有危险的，啊，他现在还没有说就安全了啊，因为他有点缺资源。暗夜，等我一旦这个血法到两级啊，我去头盔很烂，一旦血法到两级，这DH会被大大的限制。今天没有4v4了，4v4明天会有，但是好像没有暗夜的。半年重修了一下，有人重修也是200块钱啊。嗯，他这盘因为是单 BL 出兵，他的钱有点花不出去，所以说他重修了。好，人族买群补发车，这波还是很凶啊。那感觉这波暗夜要输的啊，有没有感觉？大满贯无敌，大满贯无敌，感觉暗夜要输啊。我操，买双群补不满无敌。那我英雄给你宰了，有操作之心啊，牛逼啊！买双群补这不买没饭那么桶，我感觉真的有暗夜要输呢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我感觉暗夜要输啊。这个月景一定要等我就出熊出的贼慢啊，不过他单边也要出熊，有点出不过来。不是吧，卡号不会输给浩克了吧？别啊，我要看卡号打毛皇。那家三级应该输不了，应该输不了。大家马上三级吧，别，应该输不了。我已经爆了，这爆了，现在要卡人口了，赶紧补一个那个，他这边爆水人，爆，好，三级了，好，秒男巫，秒了个男巫，群补没，哎，吃的什么群补啊，兄弟，兵都死了再吃群补，轮局赢了呀。然后去叠去被疯狂虚无，没赢没赢，电死这个血法，血法死了，哎、群补没吃，暗夜赢了，暗夜赢了，哇这，哎兄弟，哎呦我吓出了我一身冷汗呀，哇你们，让你不买无敌啊，说句实话，这波人族这盘的操作真的好一点，能就赢，人族但凡操作好一点肯定赢这波。这些把群补没吃被打死了，
大法师也死了，GG。哎呦！哎呀！卡号的操作不赖，卡号操作挺好的。他妈卡号操作明显比这个卡号操作明显比浩克好多了呀！卡号这边操作整体来讲基本没啥问题，操作就是开局就稍的有点亏。买两本群谱我就感觉要出事啊，不买无敌。那个血法的位置稍微拉退一点点，对，打的就血法，打的就消耗，慢慢打，不着急啊。第一张出本是没吃好，这盘说句实话，这盘人族打的问题太大了，一眼看下去，正面一打起来，哪都是问题。练级还被抓，两个大狼，一个大狼吗？不是那个大狼不重要，大水冰水没操作好。感谢易重置送的龙抬头，谢谢，感谢易重置啊，谢谢。哎，这浩克这看的样子他就赢不了卡号了吧，这种局都赢不了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啊，也不是说什么，也不是什么特别优，也不是什么啊，也不是优，可能还是优势不够大啊，得优势再大一点。哎，我最近想了一下，暗夜打人族啊，这个图暗夜的 BRK 中在分矿马上来出 Warden 双 AC 对吧，好开矿啊！现在暗夜的 BR 都种在，暗夜的 BR 都种在这个上面的这个黄点子，这边种上面很难开矿。犀利姐现在是我们直播间著名的麦黑。知名麦黑犀利姐。啊，西丽姐还没说话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。反慢斗士，哎，加五指环还不错。点血练分矿开矿，现在卡号也坚定用点血了，点血比较适合卡号，点血可以的，适合他。浩克这盘要单矿啊，他这么练级的话，他等会再敲，不对，四个房子还是开矿，但是他这样开矿非常难打。暗夜直接造矿，你开矿，暗夜也开，他比你快，而且有个两级点血五加五指环在你脸上。还不如直接练级封矿呢，这样开矿他上来能到三啊，但是这么打很难赢啊，被克的啊，被这个开局被克的很死，又没堵路口，又不堵路啊，哎，别人又来了，这一盘的 DH 是个两级有加五指环的 DH 啊，上一盘是一级的 DH 啊，这盘 DH 厉害特别多，两级哦，这盘 DH 你不管了，他把你全烧死，一扫一目，用就拉黑了，没用就拉黑呀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哎 ，GG 了，兄弟，这还玩个屁啊！你还没开矿呢，别人。好简单。哎呦，兄弟。
水人的经验也要送凡博。凡博2300分的人主都会懂这个细节的。那我走。哎呀，他刚走出去了，牛皮。这个确实牛皮、啊。来去自如。这盘把 ID 一蒙，把分数一遮啊，以为是2000分的人族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2000分确实，2100分吧，100分，2000分，那这盘无论是从练级路线，还是家里的建筑，还是他让天使走出去这个行为，他有任何2100分的迹象吗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在攻击、啊、你太侮辱2000分的水平啊！我什么意思啊？2000分的兄弟你见过吗？我见过呀，怎么了？比这个菜，比这个菜、嗯、好吧，主要让蝶雪走出去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个也是确实，我觉得2000分应该能把这点给堵在里面啊，是吧？别取三级了，想拆别取两级烧，他肯定过来抱一下吧。别取他不想要了，因为他觉得。这个奥本也没那么快啊，反正你也不会上来就到 BL 的，别人被拆了影响也不大。这个不是德国第一人，这个是俄罗斯第一人族啊。不过浩克最近不怎么打魔兽了，所以说他可能细节方面也做的不是很好。哎呦，还不如扑 A 的，早点结束吧。一位玩家，早点结束吧。等我看毛黄打卡哈。浩克应该是打的太少了，最近啊，他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不是这样子的，嗯，啊，这应该不是他正常的水平啊。一座基地，一位玩家的部队。哎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烧烤组合，献祭的烧加熊猫的火。你打熊猫，就这两只烧。那总有一个，总有一个能烧的呀！哇靠，哇靠！屠戮 ，AC 加的 AC， 喝水好，全残了，要不？两个英雄解除，太惨了。啊，你能打得过吗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补上面了。三级大法师，大法师被射死了，兄弟。GG、啊。GG。这个不是那个灵，这个是 Hulk， 不是灵啊。我觉得四个熊猫很欢乐啊，确实欢乐啊。打魔兽很久没有这么欢乐过了，四个熊猫。四个熊猫？对啊，凌晨没看四个熊猫，昨天。没看、啊。我靠，昨天四个熊猫太开心的很啊！啊，打魔兽很久没有找到四个熊猫这种快乐了。这两个连击炸水会冲突吗？哎，不知道呀，我还真不知道。12个熊猫。对啊，昨天是12个熊猫，不是4个熊猫。又没有有些水友们知道的，这应该冲突吧？现在打比赛，感觉16个选手有一些选手是来滥竽充数的。令人知道这个成语不？好吧，啊，放下去。彩色在黑自己吗？彩色不是小猪赛跑开了吗？彩色还是牛逼啊！
虽然他知道成语，但是大局观不是那么好啊。就是黑鸡鸡。感觉 TD 杯要改一下呢，我感觉真的改一改什么的。现在某些十六个选手不太喜欢十六强开始，不精彩，还不如改到十二个人或者十个人这样，两个组。今天没有种族赛了啊。他们要先 BP 一下这个 BO3， 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BO3 了，这场完了就是今天最后一个 BO3， 他们在 BP 八个人太小了，我觉得十个人或者十二个人，踩成大锅巴几号？大锅巴哪个大锅巴啥意思？六加四的吗？六个锅加四个三号片的是三号链接，另外一个锅巴的链接不见了，另外锅巴他好像下架了，那个商家把这个他把那个存锅的链接好像下架了，我找不到了啊，我滥竽充数啊，行吧，我是滥竽充数啊。输赢这些就是输赢，不晓得。什么时间有种族赛？种族赛，你是不是说四v四的种族赛吗？不知道哎。我看一下，四月份再搞一次古树杯啊，兄弟们，四月份应该会再搞一次古树杯啊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四月份。对。巅峰的实力还回得来吗？可以的，兄弟啊，相信我。巅峰的实力，什么是巅峰的实力？什么是巅峰的实力？那是可以拿冠军的实力啊！你？对啊。啊，我需要啊，我疯狂练习。令神什么？令神输给 Romantic 以后也疯狂练习啊！听说练到凌晨。凌晨？啊，对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！哎。那天晚上我在搜天梯，我一看，哎，我的对手，我平时天梯的对手呢？两点钟啊，我靠，令神居然在跟毛皇打天梯，我在喝酒玩一玩天梯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啊，感觉玩撸啊撸浪费时间，所以玩你的可以武术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你这意思叫还不如玩撸啊撸是吧？那当然不是，我说的是令神，我说令神居然在练习，练习就喝个酒就随便打。哦，好的。哎呦，你们你也才是太在意了，没有浪漫没一点都没关系啊。好晓得会。好，令神别说了，兄弟们啊，今天令神下午天梯乱杀。什么？那今天下午令神天梯乱杀，我看见。别看这些啊！别看这些，我靠！等一下，两分钟。啊，对，昨天我下播了以后看你们的直播，你们就随便说话，说啥了？又说啥了？我的直播里我说了我的那个肩胛骨出问题了，我去治疗去了。去什么？我在这肩胛骨
出问题了。什么什么什么出问题了？再说一遍。哎，骨头出问题了，右手啊，骨头出问题了，然后呢？对，抬不起来，然后我去执教去了，然后你们两个开始说什么，就下播了，输给狼爸了以后就疯狂打铁铁什么什么的，搞笑的很。我生病了，然后去执教去了，也是这个，嗯，我在治疗中听到了这句话，就马上就进你的房间想骂一下你。哈哈哈哈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凌晨啊对不起。那个时候我通死了，然后就又听到了这句话，我在打 TT。对不起啊凌晨。我不知道呀。你的直播方看的人那么多，有些人听到了啊，去给狼马了又拎怎么样，就疯狂连写。哎呦凌晨，那不知道呀，那不是。那我不是看见你确实有一天晚上在疯狂练习吗？那不就想到了吗，凌晨啊！哎，你打了多少把了，弟弟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打很多，我这个赛季是打的最多的吧？没人打的比我多，除了 Happy。你这个赛季我打了600多盘，662盘。对啊，你才是疯狂天梯。我是疯狂天梯啊！我又没说我都还没打300盘，你说我是疯狂天梯。我是疯狂天梯，我没说我不是，我疯狂练啊。但是我说的是你，算了，不说了啊，越描越黑啊，凌晨啊。就是我疯狂天梯是正常的，你疯狂天梯是不正常的，你知道吧？为啥？像凌晨，哎呀，不说了，凌晨，你总是要非让我说出来。不是，不是为啥？这打比赛的人有时间，这肯定要练习，这不是很正常的？好，不说了啊，不说了啊。这些没时间就不练习，就没办法呀。有空练习，这个也要说，我真是，我都不知道该练习还是不该练习。练啊，凌晨多练啊，加油练习啊，凌晨加油练啊！我非常想看下次罗曼蒂克再邀请凌晨打别逼我，然后直接，把罗曼蒂克按在地上摩擦，行不行，凌晨？什么摩擦？摩擦呀，行不行，凌晨？加油啊！希望。感觉在看你这样说的，然后你直播的时候解说拿得到人气，然后希望浪漫赢，那没有开始的会啊，不是一两次的事情啊，你嗯，你希望我摩擦摩擦浪漫是吧？对啊，凌晨，以前总是我是希望，就以前总是你摩擦 Romantic， 我就希望 Romantic 赢。现在 Romantic 摩擦了你两次，我希望你能复仇啊，凌晨。我不信啊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复仇，凌晨，真的希望啊。能看得到吗？我们跟古树杯老板娘商量一下，合办一个别逼古树杯挑战赛，兄弟，办不起，你在想啥呢？别逼，办不起，我没有替老板这实力啊，差远了。那下次搞个 TPL 别逼古树杯 TD Cup 怎么样？四个人合体吧呢？那合不起来啊。哎，稍等，等我。快进。哎，不对啊，等我，我卡了，等我。我也没进，我差不多都倒计时了，我怎么啊？完了，他们都在倒计时了，我这咋都没显示啊？我靠！啊！他都321了，我去！我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在倒计时了都？我看他们都没进主机，吓死我了！我也是差一点点没进到。来，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没了，开了，你没进来吗？对啊，哎呦，这没办法，我刚刚进去，他们直接开了，我看到了他们在聊天，321的时候看到了，我靠，没办法啊，我靠，老板你给问我 YY 多少，老板你给要说啥？罗曼蒂克要发表宣言了，什么呀？
好，罗巴蒂克他说问一下总决赛的问题，可以啊。迪拜王要来了，迪拜王，我靠！我紧张啊，紧张。那令神都，令神等会别说话好吧，令神啊，我来替你说话，令神啊，别说话啊，别太紧张了。我要解说，你关掉我的麦，哎，不是，我关掉我的麦吗？不是，也就聊两句。聊什么两句？那个男人要过来。那个男人要过来。喂喂喂。没声音啊。精灵王。我靠。哎呦等等等等等会等会。哎，这个声音比调小一点，调小一点啊，彩色大呀，可以，你调一下吧，可以啊，你说，我说啥？不，你不是要我就不如来看看你们啊，我就一定要有事儿啊，你不是要说总决赛的问题吗？罗曼蒂克，快快快，慢活、啊，原来是这个问题，好，就是我们马上就是咱们这边 T 老板这边搞一个，搞一个这个。逼死我杯总决赛啊，然后呢？赛制还没确定，总奖金10万 啊，然后呢？现在我罗曼蒂克来邀请令神和彩色，还要正式邀请啊，正式邀请。那必须啊，你们的你这么有牌面，可能不要正式邀请，你跟令神跟他必须正式邀请啊。哎，这么有牌面。我先问一下啊，浪漫最近成绩好了以后，感觉比彩色的声音大了。那肯定啊，那肯定啊，那把谁打得好，谁的声音就大呀！哇塞，这个声音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令神，你是喜欢、你是喜欢在桌子底下的我呢，还是喜欢现在的我呢？我下一档。如果我在看你跟别人打比赛，肯定是我喜欢那个现在的你啊。但是你跟我打的时候，我不喜欢现在的你、啊。哪里，令神，你。这个东西是看状态的，有的时候状态好就能赢，有的时候状态差你就会输，谁都一样 ，Happy 也一样的。我只是有的时候运气好才能赢的。我靠，运气好啊！看运气，看运气，真的看运气。哎，我在你现在是你已经不看运气了啊，真的看运气。可以啊，我靠，上来别的不管，先来一波商业互吹。我这个叫做过年 buff， 过年运气好罢了啊，你不用太在意，下次比赛你肯定能干我。你现在加油啊，好吧？现在罗曼蒂克的是这样子，好吧？啊，加油啊，小朴，下次比赛你一定能赢我的。啊、小朴，我每次见到令神我都尊称，我就恨不得躲到桌子底下或床底下的都。哎呦，好啊，好了，那我反正咱们到时候说就是奖金。我已经收到了，到时候咱们赛制出来了，时间出来了，我再跟你们说，好吧？OK，OK，大概什么时候打呢？反正我估计最晚下个月吧。可以啊，不是打几天了？打几天？不知道，现在我说的赛制我还不确定，我先把人员通知一下。几个人打呀？你想的？之前参加过别逼我们的都打，估计十来个人吧。十来个人可以。主要是我觉得现在16强开始就不太精彩。确实啊。为啥？选手不够。如果16个人的话，选手不够。有些选手跟、啊、经济选手有差距。嗯，这倒是。再看吧，反正这个还早呢，还没确定呢。之前都是通过别逼我杯的选手，别逼我杯的选手实力都还可以的。应该是十来个。OK。行，那先这样，我先溜了啊。不打扰你们了，好，可以了，世界了啊，拜拜，可以，拜拜，可以啊。这盘感觉卡号的局势挺一般呀，这里啊，挺一般吗？我感觉挺一般。啊，现在感觉就阿涅维拉维达的人，感觉挺一般啊。他这波过来就杀了，这盘打到现在其实就杀了一个农民，打到现在。虽然扫倒了这个 AC， 但是没看到。AC 现在照到了，没看见。哎，看见了，他又不敢，你敢打吗？打的话压力。不是，他那么勇敢，你这么勇、你会死的，兄弟。卡位。没逃过。卡位一下，那再 AC 出来就是。不过好消息是这边，好消息是
人族的基地敲得很慢，人族的基地敲得很慢。小票要加油了，又是我，这变成老比娘炮，票队这变成小票了。我真是搞个直播太难受了，在韩国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儿，是吧？来了中国以后，哇塞，天天被搞。顺塔好了，好多步兵啊！怎么这么多步兵啊？我没看错吧？步兵现在没问题啊，怎么这么多步兵啊？这盘人族的科技很慢，暗夜这盘局势还不错的啊。那不是不对劲的吧？你说？我看了一下，科技特别慢啊。他的本身呢，他的本基地倒太慢了，比较缺钱。卡炮上次打谁来着？忘记了那个浪漫，对，这地图他打的挺好的，比这个劣势的局也是慢慢打慢慢打就赢翻盘。完了，两个别人都站起来了，那是的，对头吧。而且第七到三级，这波步兵如果没有顶盾的话，别人强冲进来压力会很大的。 DH 三级特别硬啊，没开盘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忘记开盘了。小票，卡奥这边精灵有点死的有点多了，精灵死了一个还得死一个，估计圣塔真恶心啊，搞得三级的 DH 也没啥威力啊，只能点步兵。哦，这波刚 DH 要小心，还好没堵住，刚堵住死了这 DH。哎 ，DH，DH，DH， 哎卡奥，哎卡奥的 DH， 哦吼，辣，哦吼。家里的操作精灵，有个水人在点精灵 ，DH 被点死了。好，也有这种数吗？家里有水人在搞精灵，完了，暗夜现在精灵也不够，血崩。他包了一次小精灵，然后呢，驱散了一下。那操作家里面卡号很少这种杂技的。那不一定哦，这个 DH 三级 DH 死了。这波杀了三个步兵，但是其实这波自己。暗夜自己更亏啊，没顶盾就这么冲，毛皇在干嘛？你好像没顶盾哎，我靠，毛皇这波有点哎掉线了吧，大法师？啊，掉线了，他站着不动的 A 被人点了一半血，估计他在跳着别的，两个人有来有回啊。对，天王今天的杂毒沫应该还是会办的，应该还是会办的。那你当水兽还是解说啊？我不知道呀，都可以啊。你看看办什么形式的？如果是办成娱乐赛的形式，那我当选手跟解说都可以啊。如果是办成正式的比赛，我还是希望当选手啊。以后你再输给浪漫，都找你小票。哦，赢了就离选是吧？暗夜精灵，暗夜特别缺精灵啊！现在只有八个精灵，等于说他只有三个采木精灵，只有三个采木精灵。伐木机现在他没木头买伐木机，很尴尬。树熊打一波，这个时候熊都出不了几个，应该买伐木机还是补一下小精灵的。他得先补小精灵才有木头买伐木机，但他无论是补精灵还是买伐木机，他都会缺。刚刚大师级的熊取消了，就直接买到伐木机。哎，这大法师又上来送了，啥情况啊？大法师怎么走路的？走位，毛黄的大法师这两波走位有点划水啊，上去都啊，上去啥都没干，被人打一顿，朱雪法装病，这盘卡号只能从长计议了，慢慢打了，已经没办法快了，没办法快了，因为他木头缺熊，没几个熊，狂练级。基地加三，暗夜的英雄等级很高的。对，暗夜这盘想翻，靠的就是英雄啊。
反也不一定叫翻啊，他也没有说特别劣势，他英雄这么厉害，等我兵少靠英雄打。但人族其实如果说血法能把左边的两个点单独吃掉的话，人族英雄等级不会差特别多，也是四三打四四吧，差不多。就看人族这里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商店跟泉水给练下来了。压力很大，他一直没练级，压力山大呀。大法师又来了，过来拆月景。不过一个都没死，还得死精灵啊！这边大法师等我又过转一圈过来又杀水人了，烦得很。猫的血法最近是比较喜欢升那个，比较喜欢升。哎呦，练死个 AC， 他比较喜欢升那个火。零六。哇，底下就装备，这盘 AM 装备还蛮好的。辉煌光环很有用，辉煌光环非常有用的。这是无敌了。是的。忍住一攻，换就不加，还好吧，没什么效果。这波他不敢往里面冲，他没 TP， 不敢冲太进去。对，反正没有那个，他不敢进去，别人就不理他。他没 TP， 他只敢在外面，他只敢在外面蹭。哇啊！他敢进去？你胆子有点大呀，大哥！进去杀农民，他连保存 TP 都没有，居然敢进去。叠去有单传，叠去进去是没问题的。但是那家刚才进去真的很危险，人族 TP， 人族66人口了，给叠去一个减速，要不单传走吧，叠去。这不很穿啊你。下个 AC， 让我补一下小 AC。有点缺那个，有点缺资源。暗夜现在得，暗夜现在得压人头跑，再跑两波加，啊，再跑两波加。好，又来了哦，果然转了一圈，卡奥打得非常好。人族买群博，但是这一波大家进去了，伐木机可以把它堵住啊，伐木机。哎呦，刚才其实可以操作一下把这个堵住的啊。能走吗？有点，暗夜人族没什么追击能力，他是血法，不是 MK， 也不是娜迦，追击能力非常弱。哎，飞艇，这个熊装好，完了。哎，叠去单传走，开始泡家了呀。但是有个叠去，是大血吧？要不，我靠，刚才叠血法怎么不烧一下呀？干血法可以那里放把火啊，第一时间，对，确实不是第一时间，你看他往上走直接放把火，放完了火之后 A 就行了，狂 A 他起码不敢在火上单传，他就往外走，他的单传这边就得被你多 A 两下，所以能把他杀掉。不过这个是上帝视角，有点像温在玩，这把打得好，这把卡好，虽然说失误死了一次叠血，但是这把跑家他跑得很有勇气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他这个娜迦连啥都没，他也敢进去跑得很有勇气，拼了。血砖开始出山岭了。 DH 已经 4.7 级了。人族现在怎么办呢？人族有伐木机倒是不缺木头，但是有点缺钱，这盘因为一直在被跑的情况。一二三四五个步兵，六个步兵。人族的部队质量很一般的，看着人口高，其实人口很一般。他现在打不过暗夜的野吧？他打不过暗夜，就六个步兵。对，他的部队质量太低了。就过来进攻一波，暗夜正好在家里等着你。不过月景的位置有点差，血法要放，可以放火烧这个月景。去三。哦，地形去山的很快。吸着叠血，两个熊从后面包后排，血法你还在这里吸，还吸，还可以哦。两个熊包后排，结果被人一顿乱揍。我感觉这不卡号有点亏哦。这个熊包后排有点亏，他就两个熊啊，到底是谁包谁呢？对啊，就两个熊去包别人后排啊，完了。完了，这波在这架住了。撒破金，紧放在一起，一口火，这是两级火。
烧一下能烧三分之一，接近三分之一的血。飞踢过来，超出。人族已经点三本了，对人族来说，现在只要打成个五五开，人族就完全能接受的，因为他点三本了。对，剩了个三本。啊哈！小鹿被点死一个，点血也没血了，光装备是好，平 A 输出很高，但是他没蓝了，没蓝就没蓝的话，人就没用过群补。不会啊，哎呀，哎呀，缺输出啊，点血大血瓶。好了，两个熊又来了。人族要吃群补了，人族要吃。啊，人族要吃群补了，别操作了。人族其实可以走了，差不多。哎呦，开始亏哦。群补一直不吃，怎么还不吃群补？人族其实可以走了啊。他步兵死光了，群补吃有点晚。还想打，拼了毛黄。好拼啊，毛黄，打叠血，叠血巨硬无比。需要这样吗？没必要，升了三本，真没必要打得这么凶。不过杀了，一个熊跟一个鹿啊，倒也不是说，倒也还行。但是他如果再打下去的话，就可以了。这个熊点死这么熊，啊，人口已经被反超了，我操！总的战损还是刚刚缺乏，不应该像飞艇，就早点 TP 就好了啊。嗯。点血这波五点六级了。今夜月色多温柔嘛，温暖。温柔啊，那叫什么？今夜月色多温柔，那兄弟。哦，温柔吗？好浪漫啊，这个 ID。三本好了，毛黄那边要压一会人口啊，反而是卡号开着快，毛黄还真能压。卡号这个部队没啥，他没啥攻城能力，毛黄能压个1500块钱带暴兵，感觉差不多。没钱，没钱。他先升科技啊，他先把这些三本的科技先点了，然后再暴兵。开始跑渣，点下去跟大家开始跑。哎，这个风矿没有特别好跑，有两个电塔跟一根圣塔。那要去电农民吧，电农民秒杀农民可以啊。崩，摸不到。哎呦，电不到，尴尬。砍死一个。不是，你还敲房子？底下有啥装备啊？你敲房子。人族还在压人口。我四个山林。山林过来跑家来了，过来拆兵营了。这爆，这出骑士的啊。动好了，暗夜要赢了。我就本来要赢。这盘卡号打得非常好，他中间叠去死了以后啊，他压点，然后跑家，特别是跑家做的很好。嗯。人大狼骑用。毛黄居然在爆什么？在爆骑士。他升的是火哎，不出破法出骑士，关键吗？模仿的声音特别强，谢谢啊。好，人口这波人口差不多，但暗夜的等级很高，骑士出不来喽，出不来，他也不出破法。我就没什么人口啊，人族是啊，人族刚才那波太亏了，刚才在暗夜家那波。哎，家里的农民呢？被电死了，刚才去修房屋，发那个修兵营被电死了。来把火，去山。再一发电，电死骑士。去山。人族没有输出啊，人族。暗夜的那家电威力特别猛，三级电其实很厉害，三级电。这三级电其实很厉害，三级电是暗夜能够造成击杀的关键技能啊！这波又亏了，跌去六级了，一级啊！毛黄这盘可击，这盘卡奥的跑家跑得非常好，他很有勇气，主要是有勇气，他很有勇气，他没有保存。没有 TP 的情况下，他敢进去杀农民。刚刚直接上个飞厅，然后直接保存一下飞厅就行了呀。
影响不大，都一样的。走了，回去泡泉水，美滋滋。现在血法是不是应该洗一个虚无了？今天没有battle啊，今天的比赛有点没悬念啊，怎么掰啊？下一盘掰一把，下一盘掰一把，嗯，可以啊。血法洗点了，大家保存 CD 差一点点，山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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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死了，不过问题不大吧？人族这波根本打不过暗夜啊，暗夜的矿都好了。隐身等级差距太大了，是的。GG，恭喜卡号一比零。这个图的山，这个图的山岭是啊，这个图的山岭是啊，关键啊，因为这图有泉水啊。别的图的话就只能出熊出到底，出熊出到底就比较怕对面的女巫。二犯大灾，人族偶尔出二犯大灾啊，大暗夜的，但是血法更厉害一些。或者府兵多，然后暗夜在开矿这种主义的时候，突然出个熊猫拆基地这种，看情况。人族，那家跟熊猫都可以的。直接掰一掰，直接掰，看我还没看到图呢，土鸡呢 ？SG 进来呀，等我开了，不是他土鸡没 C 就开了，有土鸡一样的 TT 靠 B， 哎，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吗？对啊，哎，他们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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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嘛情况呀，看一下 TD， 为什么你进不去啊？不知道啊，你进去了吗？等我一下。不是，又是他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三二一的时候进来的。哎，真是，我一直点不进去，不知道啥情况。哎，算了，就看你的吧。我没有插件，出 bug 了，绝望。我刚一直在点，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。主机也没错，出问题了吧？估计可能是啊。就我老的插件好容易出 bug， 开不了。大小写没关系，大小写都一样的，这主机 ID 啊。但是，哎，十六强选手没牌面，好吧。十六强选手没牌面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刚刚说的什么？十六强？你说了一个成语，然后上了个厕所，那个不是直接黑自己吗？滥竽充数！你都套餐了，你还敢说这句话？哎，我也是滥竽充数的。虽然令人不多的成语，但是大主观有点小啊，不是那么好大主观。哈哈，卡号用啥的盘？还是 DH？ 来吧，我要一毛饭。你要一毛饭？我真的要毛黄吗？看了上盘，感觉毛黄不是那么靠谱啊。没事，我压的是一毛。你压一毛饭？对啊。那行吧，上盘车好吧，虽然这盘这个图暗夜 DH 还行吧，上车。OK， 晚上好。哦，没开画面，不好意思。我没有插件了。我今天已经到晚了，出现了。我用的是那个 OFF 的新版本，就很容易出 bug， 突然插件消失了，重新开也是开不了。魔法，
开盘没有开盘，看起来难受，那也没办法。等一下，今天没有比赛吧？别的比赛没有。快完了，今天没比赛了。今天看的，今天看的是令人的画面啊。直牌。大法师这样是这样到不了三啊，还得再等一等。DH 过来 ，DH 什么宝啊？抽蓝棒。有点厉害、啊。大法师只要能放出来第一把水人就行了，感觉这波过来搞不到东西吧？啊 ？Why？ 这么怕？五个东西敲呀倒是。Why？ 牛皮。刚被刚刚那里确实可能会被强拆，好吧？他取消我觉得也没问题啊。A 这个 DH 这里，狂 A DH。进去，农民可以进矿，帮富，他在操作那个雇佣兵，你买个绿皮，抢了绿皮，这波死了几个农民啊？死了三个农民是吧？应该是，那也能死三个农民能接受吧？而且大把训练的这个地方就能到三级、啊，我觉得这里能接受啊，完全能接受啊。能解说，我这人就赚了呢。人都赚了、嗯、我觉得人都就那样啊，你主要抢了把绿皮抢了才是关键吧，我觉得。哎，基地，这基地不会又没了吧，兄弟？DH 不敢拆的，他没那个，他没保，没单传，不敢拆的。又缺牌，力量加三。我靠，这大娃是硬得很，血比 DH 还多，硬得很。轮着水赚了。阿尼的氪金不快啊，因为上来就练习雇佣兵，一直在修宇宙之击的 B2， 氪金有点慢、啊。哇塞，尴尬的，是拿好了，哦，完了，我今天的唯一 battle 难道明天是不是打那个呀？明天是不是打四强啊？打八强啊？不晓得，应该是，明天有四比四的嘛？有四比四，他们也不管的了，谁给你管那些东西、啊？我也打那个的嘛，我是宿主，明天宿主打阿尼亚好像，啊，明天我也要打吗？憋屈啊，修住了，修的憋屈很硬，能修得起来。他们赢的人。毛黄和那个赢的人去那个，和卡号赢的人去，完了，他妈卡号已经，我感觉没救了，已经。AD 被福特曼追的狂锤啊！哎，伏兵，那么稳，好吧。升崩了没有？那就是科技有点慢，因为他退了一次基地，慢是正常的呀。这盘暗夜好难打呀，太慢了，这盘暗夜好难打呀，暗夜。阿念有基地啊，有啊，还是难打呀，画的像80年代，那看那是转播的另的画面，那是会模糊一点的了。哎，绿皮被围住了，牛逼，你自动围杀，我输给你，这绿皮是自己进去的啊。嗯，这个熊猫九，这波升九保护 AC 没问题，这波人都血亏啊，绿皮不应该死，还能这样子，我真是，这绿皮是自投，这绿皮就是啊，令人又教了一个成语啊，叫自投罗网啊。啊！别再撑了，干嘛呢，令神？我出去撑你干嘛呀？我不是怕到时间你，怕到时间对吧？跟你说，有人跟你说你听不懂吗？入乡随俗啊，令神。入乡随俗，你知道？入乡随俗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对吧？入乡随俗啊。啊。来了中国就得学成语啊。
啊？你看我的老婆也不知道多少个成语吧？应该是吧？那你肯定，那你肯定低估你老婆了。你老婆只是为了，只是为了顾及，怕你听不懂啊，不跟你说啊。啊？人家是国外读书。国外读书，那也肯定是中国人知道很多成语的了，小学都知道的，好吧？他看啊。上大学还真不学成语啊，这成语是小学学的啊，那个。啊，我等会问一下吧。这边大法师练了个点，又过来骚扰，毛皇是比较爱骚扰的，这盘打到现在，毛皇还是优势啊，钱很多啊，暗夜怎么连三本都没升啊，有点缺木头。现在可以升。没插件，好难受。没插件休息有点难受啊。习惯了以后就难受，人都是这样。大法师要买，毛皇大法师要买单船了，你行不行？哇，这都啊。毛皇的围杀不意外，不意外。还没到三级，别叫吹人了。熊猫三级了，血法这边 DH 过来骚扰一下血法练级，反正黄皮应该立面金区啊，钻进去。对啊，哎，这黄皮不应该死。确实，黄皮等我打团是一个很重要的驱散手段。补兵那么多，然后他是可以围这个 DH 给 DH 压力，就能保护自己的黄皮。啊啊！大法师怎么被喷死了？毛皇这操作真是惊了。哦，被超那个双线。毛皇天梯这么打，毛的天梯打的比他比赛好。毛皇这天梯跟一比赛，感觉失误连连。天天打得更好一些，被双线操作晚吧，真的，这盘只能这样说，压力太大了一毛盘。加油卡好，我靠，难道说，在人口还是毛皇的领先，而且卡号的三本很慢，哎，不过第二期没什么把握，感觉这一盘其实买活大法师还是毛皇一波 A 过去很有机会，宣布都没有，怎么 A 过去？那好吧，那就练呗。出来个炸血棒，学派，学石，春风棒，春风棒。等我熊猫被抽的时间，可以那个，可以吹一下那个血法。攻防呢？一攻一防啊，你。人族一锅，不过这个 DH 很弱的，675的血量，火环都没有。DH 战斗力很渣 ，A 他很快就会被 A 回家的。熊猫的等级很高，人族准备发车了，这波过去还是很凶啊，这波人族过去还是很厉害。怎么大法师身上两张群波？哇，那这样问题很大。就是刚才就是没完全就是没操作过来、啊，卡好这波，因为你是血法，你的半路上我可以解你兵，不是你的火烧自己是吧？靠，烧死自己一个农民啊！啊，没烧死，这边一路追过去，感觉暗夜这波有机会哟，这波暗夜有点难受啊，这样被一路追着打，
追着打你，你等会可能还会没蓝，你的小鹿，你被减速，小鹿也没蓝，然后等会熊猫的蓝也不会很够。轮爵不管了，直接一波了。这个时候暴风雪怎么样？暴风雪确实挺厉害的，因为对面的熊很多，暴风雪挺厉害的。哎，农民，大法师又去买群捕了，买了重修了，暴风雪了呀，有点厉害的哟。而且等我用冰火的话，人族的就是等我挨着基地没法修啊。对，没法修，有火，火加冰火，哎、你的基地就看这一波。这波是人族的一个机会。疯狂，你有四个小精灵，可以爆一下的话。来了，这个坏象也很烦，小鹿的蓝不够驱散。暴风雪呢？爆到了两个英雄。暴风雪呢？操作呢？打叠血，冲棒吹了一下血法。暴风雪在打熊，同时也在打自己的步兵，叠血扛不住的叠 A 的叠，叠血马上就顶不住了，人都吃了一本群魔。叠血顶无敌，这叠血没装备啊，太弱了。没装备的叠血太弱了，熊全扛不住了。哎，叠血，叠血，叠血，完了，完了，叠血很脆啊。呜、哎呀，呜、没了。前期这盘前期暗夜太亏了，虽然说杀了三级的大法师，但是还是赢不了。你别过来呀、啊！下个暴风雪，谢谢两万八，谢谢送的魔晶，谢谢。西蒙塔有点厉害，神塔好了，塔开始往里面一路推进。大把师去买一个群捕过来。哎，水法还有那个水师，就直接就，前排。A 上去，啊哈！那个小鹿打成了消耗战，现在打成这种消耗战的话，暗夜是很难耗得过人族的。人族这个血法消耗能力特别强。昨天晚上不是平安念阳，感觉安念阳跌跌了。什么？啊？你在说啥？昨天晚上不是平安夜，然后呢？阿尼尔 GG 了啊？啥意思？好的。太亏了，昨天晚上。天亮了。输不了这种。输不了，是输不了啊。上来就给你洗轮澡，还有两个圣塔限制你的熊猫，熊猫瞬间就要废了。两个圣塔，哎，不过抽了一下，去三了，去三。好，人族还有群捕，顶无敌一下下雪，熊猫还有一口火，但是人族的群捕不着急吃吹风棒，人族群捕全吃倒了。水石给大法师，又人族又吃了本群捕，水石给大法师，这把暗夜也拼了，哇靠！卡浩也觉得这里再不冲塔，你被耗下去是迟早是死的，你必须得来一波坚决一点。但是实在是没冲下来，没办法。啊，那小精灵彩木，感谢彩色的宝石盾牌。哎呀呀呀呀！主机 C 了没啊？我们进不了主机啊，支付了什么情况？我重进一下魔兽。支付了，支付了，什么情况？感谢彩色老板的支持啊！今天晚上去想办法。卡奥神，我一支持卡奥神，卡奥神就没了。还有牌，进来了没有？没，等我。我在那个群兽那个位置。好。他们开。好，他们开不了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令神可以啊，令神牛逼。但是我打一下也没有用啊，就是 T 二图。T 二图，魔皇单矿还是开矿？
这个图暗夜能玩啊，这个图，这个图暗夜还可以，厉害得很。不过暗夜对比赛总是说，暗夜选手得多练。最后一盘决胜局，决胜局第二。好兄弟们，咱们看精彩直播的同时，也可以看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黄车，下单支持一下主播。兄弟们，看看小黄车里有什么需要的，可以下单支持一下主播。这个点位，这个点位，毛黄打暗夜，它有两种路子。哦，插件我忘记开了，稍等一下。有两种路子，一种什么路呢？他如果上来练分矿，他就是开矿；如果他不上来练分矿，他就是单矿。他如果开矿，他是上来练分矿的毛黄。哇，一个老板，一个私信我啊。嗯。说啥，林神？能商量和老板打吗？赢。20000块钱，我靠，那必须要打呀！他妈是，如果他说的是我输了，他出20000给老板，然后我赢了的话，老板的老板出给我20000。这他妈是真的不行啊，兄弟！对，我的这个太吓人了啊！对啊，这个不行啊，兄弟，这个是赌博啊，咱们不能赌博、啊、感觉赌瘾，这是赌博啊，不能赌博啊。狗血岩浆没下架，三号链接。看毛黄怎么个路子啊？看看他是不是上来练分矿，先拉一个斧头麦去把精灵赶走。但是卡号早有准备，这里一个精灵，然后又来一个精灵。好的啊，感谢李律师啊，谢谢。怕什么？我怕。果然是直接练分矿，但是卡号神一看就懂你啊！你要练分矿，搞得我没见过你练分矿似的。我毛黄不练了，毛黄不敢练了。毛黄辛苦费才就有用啊！一位玩家的部队正卡号这边要抓过去，结果毛黄没练，扑了个空啊！不过没关系，下面那是锅巴啊！对啊，四号五号链接、啊，不好意思，五号链接啊，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输不是他的意思，是我输了，这个老板给浪漫20000块钱，我赢就浪漫的老板给我20000块钱，浪漫的老板也没联系到哎。但这样我觉得真不这样，我觉得不合适。这个、不合适，我也觉得不合适啊，对，不合适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只有两万块钱的有那个能力的话，还不如就5000块钱就分。分一下那种，对啊，丢五什么的，这小兵人族炸了呀！人族，剪辑大法师没练到级 ，AC 跟普兵一起走，可以啊。前期炸了这个人族，大法师水人也招了，练不到级。对，不如来个 BO5 啊，我支持 BO5 啊。令神现在肯定特别想打 BO5， 我个人玩体感，我跟你们说。我靠。啊。今天肯定不打。今天肯定不打，好吧。看完了比赛，不太想打。好，看啊，作为的不爱吹牛的牛啊，牛老板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啊，这个老板给下次古树杯直接，好、啊，今天直接给我打了10000块钱啊，赞助下次古树杯，
牛逼，兄弟们，牛老板是吧？是的，牛老板啊，牛老板牛逼，牛老板就是牛啊！哎呀，死了个步兵，人族开局还是没到两级啊，血亏啊！感谢广陵狂徒送的多喝热水啊，谢谢感谢。哎，说出五千张立刻卡号打五排。牛老板表示，令人有兴趣不？不过今天刚打过是真的啊，刚打过。林克不利，感谢叔叔为你垫两三个五血呀。大法师还是没两级啊？感觉好多的人喜欢拉玛跟我打呀，都想看你报仇呀，令神。哎，这些彩色真的果粉，怎么我都没什么想法。嗯，你们说了以后，我也想。我哎，下回大法师，下回大法师，我靠，差点没出了。但是大法师很帅呀，没射兵剑，没射出来兵剑。人族这开局非常亏呀，被卡奥拿捏的死死的。毛黄不掰那个毒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老板，你哪天有时间打？打谁啊？打卡奥还是打那个？他卡那个牛，还是打 romantic 牛老板？哦，我差一点就说牛逼老板。牛老板，你应该说牛老板牛逼啊！牛逼老板，人族升了顶盾啊，练这个点很快。老板肯定做广告了，没广告、啊。我也想，我老板今天找我，我也说老板是不是有什么需求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老板就是说、啊、纯粹支持魔兽选手，啊，牛逼，啊，就纯粹支持啊，就是，啊，你们懂吧？就是给魔兽生态啊贡献一点力量，另打卡号，要追老板想看。有兴趣不，令神？今天还是明天？什么说？那今天或者明今天呀、啊？你今天能打，最好你今天打呀。老板不是在吗？今天吗？对啊。等会儿。对啊。明天吧，老板说明天。明天也挺好啊，明天对啊。啊，这个难受，我本来是今天晚上要喝酒的。喝不喝酒呢？你就别喝酒了呀，令神，喝什么酒啊？就明天比赛，明天特斗杯结束之后安排一下。这边人族练的好伤啊，远程的 AD 在外面狂射，大一发电。明天有四比四，哎呦，那真是啊。哦，对，有四比四。但是4v4和特斗杯是一起开的，没影响。哎，现在比赛很乱。我也要打4v4。那对啊，那你特斗杯你不用打呀。人族这波还是这波人族死了一个男巫一个女巫，血亏啊！这种这个阶段死男女巫是很亏的事情。那个手机一直在说一万块钱，什么一万？这个时间死男女巫是很亏啊。而且人安逸这盘发育的很顺，几乎没有受到骚扰。这种局卡号打的得心应手啊，叠局再过来。抽一下点血。最近唯一一个爱好是晚上，比分没吃过晚了，喝点酒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放松一下。不好意思。开矿，跟浪漫不一样，浪漫是单矿到底。我靠啊！老板就直接给我转钱了，老板看不是。直接就给我转钱了，然后时间我们定，完了比赛把视频传上去。哦，我靠，牛逼，好吧啊！我只想说，我只想说牛老板太牛了啊！牛老板牛逼！我只想说牛老板太牛了。牛老板这个没想过吧？真没想过。
这个突然这个比赛换成我的彩色，突然结束换到一个彩色。在你上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换你是 ID 就可以了。哎，虚无乌龟，乌龟练不了了，电不死啊！哎，卡好这里有点难受啊，得 TP 了。哎，肉熊，这不能死哦，肉熊很危险。哎，死了！哎呦，好亏！我谁亏？直播没时间看，看看视频就行。OK， 好吧，必须啊，我完整上传啊。那必须啊。感谢牛老板的支持啊！就看你们了，你们随时可以打，就随时开打呀。啊，看你们啊，你们想怎么打什么时候打，然后反正我啊，我就把视频传上去。那同样有时间今天打呗。那就问问，那等会问一下卡坏啊，我等会啊，好吧，让他们先打吧。我再来一杯咖啡。啊，对，比赛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牛皮杯？牛逼杯不能，有点太不雅了，牛逼杯有点太不雅了吧？可爱一点，牛牛杯。牛奶杯，牛牛杯有点可爱。人族偷偷的开了一片矿。哎呀，这会没发现。哎，我光那个了。找 BB。光那个了，光说这比赛的事情了，没发现这边风矿。这波暗夜必须得冲过来打人族的话，叠群，但是其实这里没蓝了，已经这边叠群大家都没蓝了。哎，人族的人口其实没有领先很多，到了偷偷到了个 BP， 这 BP 厉害了，两张驯捕，暗夜没什么保命道具。主要是现在这个 BP， 等我一爬过去，人族还得去解决这个 BP。其实 BP 人都有神塔，就等一等呗，拖时间就肯定是人族赚了。第三。直接吃个单来，啊哈！秒了个小鹿，这波开始拉扯了，因为这里没有电了，现在来又来一个火枪，虚无叠去，这叠去难受的很啊！完了，小鹿没蓝了，这个虚无就厉害了，磕大蓝虚无你，还有群捕，直接顶无敌解虚无，吃了群捕，群捕吃的很好，完了，哎呀，人柱牛逼！哎，这盘感觉打得挺好的，卡号啊，就是那波被抓了，那个陆兄两个 AC， 昨天十二个熊猫没有做视频吗？做了，昨天的十二个熊猫做了视频，传上去了已经。哦不，宝物剑系的宝物还行吧？这盘应该不算宝，应该不是宝物剑，人族也没什么东西，就一个强击光环，人族有啥东西？五千怎么分配？赢了四千，输了一千吧，差不多。那个是老板说算啊，老板说算。到底英俊也很难死。那个兵，把你给拖了。这里小鹿被突了，小鹿有点操作不过来，不过这波人族的阵型很一般，两个小鹿全死了，这阵型特别差，来两个新的熊很厉害，但是没有小鹿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那个女巫要被民兵在砸，那个民兵来了，这波群部呢，人族群部吃这波团卡打得很好，但是还是有点难打，因为他现在你看他的部队全都被减速了，没小鹿了，要被操作了。哇，明明厉害呀，明明在敲 AC， 敲死两个 AC， 没电出来。哎呦，八枪你唯一个啊，不是唯一个，你罗拉也跟不出现了。
发现了现在只剩一个，不两个不老子也出现了呀，两个暗夜啊，兽族也两个，兽族也两个，幽帝也两个，人族也两个，好平衡啊。哇、哦、这个版本好平衡，这个版本太平衡了兄弟们，每个族都有两个啊，幽帝三个，人族一个啊，对哦，没有两个人族，罗马几个没参加这个比赛，对，浪漫参加的肯定是那个了，两个两个、啊、浪漫参加了，那应该罗曼蒂克能出现。浪漫参加了，有可能少一个阿涅。那得看分组、啊。我感觉少一个阿涅。那确实啊，那看浪漫可能两个组啊。收住十三个吗？谁呀、啊？我跟缩影结束了呀。不过是昨天淘汰了。来，这边人族的话有 DP 啊，反正先过来打打看，双群打不过了 DP 走过来消耗一下。哦。就暗夜，如果暗夜打这种血法的话，你的小路得多，不然你看你的。你的 DH 就被无限虚无啊，你小鹿蓝不够就被无限虚无，把你 DH 直接给废了，好烦。感谢拉普拉斯腰，谢谢GG。啊哈，滴滴，啊哈，绝吧！哇 ，T 二出也难打，现在阿念，这把阿念前期其实打得蛮好了，我感觉。其实我看比赛，基本上 T 二节奏都是。轮嘴赢的呀，是的，现在单框很厉害，姐姐，来问一下卡号，看今天一毛发言了。